咱台湾的篮球界即马有出现变动，台湾职业篮球是公告讲，台新要取代台皮伫联名当中相关的权益。台新即马嘛宣布，会以台北市来做主场，伊要投入2023年新型的选秀会。啊，那主本的台皮即马传出会甲分霸合作。台湾联名李达发广告，台新娱乐将会承接台皮英雄的参赛权，宣告台新入驻台湾正拿。台新原本是冠名赞助 PLG 的梦想家，第三季一无结束就已经伫咧团购，台新想要家己做球队。球评分析，台新家己做球队参加台湾联名，对梦想家的运作无影响。PLG 的执行长陈建州也发讲，也有真侪企业想要入来。伊拿原本的台皮英雄队，伫相关权益转移予台新娱乐了，台皮规划新赛季可能袂阁再做队参赛。而且甲桃园英雄分霸用合作的方式参加即拿，双方正基合作的模式伫咧进行协商，将可能用台皮英雄分霸队名参加比赛。本来球队内面的球星郑伟安、李克辉等人有可能会转到分霸。之前分霸总经理就讲，冠将会有某一间金矿参加，会影响选秀顺位。不管是不是新进的球队，对我而言，我都还是会去努力，先去争取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状元。那也会跟联盟沟通，其实战力平均这一件事情。台皮强调，已经另外一种形式继续伫咧赛场出现。要拿家己替换联名的台新是宣布以台北市做主场参加2023年新人选秀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